吹保险套啊，吹保险套，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吹保险套，这种你也想得出来？你们好嗨 ！Hello， 欢迎来到小珍奶频道。本周的主题是火辣辣的性感比基尼。今天要找我们队上的辣辣队女孩交换自己觉得最心机、最猛的比基尼。那你们猜猜我要找谁交换呢？没错，就是你们知道的，能够目测承担小珍奶的比基尼的，就是我们队上的喜欢小姐赖克。我们欢迎。哎，你怎么在这？欢迎赖克。喜欢小姐，因为我们上次一起去接了一个工作，然后那边的导演不是都说你是喜欢 like 吗？因为我目测了一下，我觉得 like 应该是可以跟我一起拍这个交换比基尼的胸围的部分，可能不一定塞得下去，或是你可能太丰满。没有，我担心你的珍珠会掉出去。这么可怕吗？不好说，等一下穿了就知道。等一下穿了就知道。嗨，好，那我们今天一起秀出我们要跟对方交换的比基尼，耶！好。Oh my god！ 哎，你这是什么？看起来是有点神经。这个是可以穿的吗？这个是穿来做那个什么冲浪的、哦？没有，穿来做那个布雷。布雷哦，就是、哦，你上次考布雷的时候穿过的嘛？对。上那上面有布雷味道吗？嗯，有。你还没洗。哦。观众朋友可以留言哦，要这一件吗？会。没有啦，看看真奶为您准备的这一套。这一套是连身型的侧腰线、oh. 开高叉、oh. 还有这冰冰的水钻、oh. 我觉得大部分都大家都很可以接受的，因为是红色，大家观众朋友都很喜欢，这个比较气质、嗯，而且很衬 like 的肤色，哎，看起来应该是会看起来很雪白雪白。like 你害怕吗？有一点紧张吗？今天这个主题，觉得好像就是也不能说不了，毕竟我都走过了。所以就是换衣服了，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换一下，等一下这件就给你穿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就要穿上 like 这个充满了考布雷味道的比基尼。Oh, 好啦，那我就把这件交给你了，交接给你了，然后这件交接给我，我们互相交接一下。那去换喽。Go go go go！ 维纳斯的腿的风范，来来来，我来介绍一下我今天跟 like 交换的这一件比基尼，这一件红色，你是不是看是不是超显白的，就是很显白，而且你对，你本来就很白，穿起来更白，而且哇塞，这个波涛汹涌，波涛汹涌，你看中间都显露无遗，而且你看它这个还有这个链子都可以很修身。like 那换你现在来介绍一下你我刚刚身上 like 穿的这套，就是非常的明显，就是我们平常去海边的时候可以穿，是比较青春洋溢的路线。我们在那个玩沙板或冲浪的时候，比较不会被后面的人撞，所以就是这颜色非常的亮哦，比较亮，人家就不会来撞。整个人就是年轻了起来。大家觉得今天我跟 like 身上穿的两套比基尼都秋我们比丘尼交换了之后适不适合呢？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这种款式就是拍照就会很好看，是的。就是要做取舍，没错。我平常就很喜欢冲浪，所以我都会穿这种的。哦，你平常就喜欢冲浪潜水，因为这样我不太会打卡。哦，因为通常我都素颜去，然后我又很怕晒太阳，所以我都是凌晨四五点去冲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冲凌晨的。好啦，现在进入我们的八卦时间。like 八卦时间到了，好，请问观众朋友都想知道，有啦，是我想知道，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有，有男朋友，嗯，公开男朋友吗？是有一个在美国，然后一个在日本，然后另外一个在韩国。哦，各国都有，对，韩国比较多个，韩国有分首尔跟其他地区。我喜欢那个韩国欧巴的那
这种。哦，韩国欧巴，所以你的理想型是韩国欧巴。所以比较多个会在韩国。这是认真吗？对啊，那我们就睡着的时候才会见到。哦，睡着就见到。哈哈。What？ 好啦，那 Like， 那你的理想型是什么？有没有什么理想型的三个条件？那我觉得我的理想型三个条件一直在换。啊？为什么？以前是看到一个爱一个，很壮啊，看起来肤色比较深。现在我觉得比较首要条件是都一定要外语力要好。外语能力要好，不一定擅长的是英文，可以是其他国家语，就是日语、韩语这样子都可以，反正不限英文。那要很好，要很流畅的那种吗？还是说他是很有打招呼的？会了就可以了。英文的话，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会，那可能就讲比我稍微再流利一点，我就觉得就会觉得很厉害。那还有什么条件？除了要有一些外语能力，外语能力哦。我觉得必要条件就是比较不会分手的条件，他不能是吵架会大小声。哦，我知道，对细小的声音就会觉得哦不行，就像手机震动声。但是我比较没办法接受，就是这个人可以对我很坏，可是他不能对我讲话很大声，不能吵架的时候怒吼。因为我是那一种，只要对方大声，我一定。是直接分手，所以第二条件就是一定要不能怒吼，情绪控管，情绪控管要好，要平稳，要稳一点。那第三个条件是什么？第三个比较不容易分手的条件是要给我自由，要给你自由，不能太管 like。问候可以，就不能说你不能去干嘛。哦，例如说你不可以跟朋友出去，你不能去夜店，不能去喝酒，就是这种不行。对。那如果他说可以去夜店，但我要跟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一群女生去玩。哦，一群女生去玩这样子，对啊，我是很久没去，我上次去好像，对，我也不知道我上次去是大学毕业那时候。应该我去不到五次。之前学校很常办那种像迎新活动，我参加主办，哦，你是主办恐怖游戏的人。我说恐怖是像那种推保险套啊，推保险套，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推保险套，这种你也想得出来？你们好嗨哦，你们好嗨哦 ，Nice。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的，所以你有推过保险套？没有没有，我让男生去。你们有觉得到就是结束之后散场地上都滑滑的吗？九打发几率可能会偏高，好可怕哦！舞台上也会滑滑的，为什么？我们那时候好像有玩那个吃香蕉，可能有人在这里拿香蕉，然后对面的人就要来最快吃完。那下次我频道要企划，我就找你企划游戏就好了，吃香蕉。那我自己推保险，我可以负责想，但是我不会下去玩。好，那 Like 你刚刚讲到香蕉，对不对？那你该不会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香蕉吧？没有，那我会一直叫我妈吃香蕉。你叫你阿嬷吃香蕉？阿嬷年纪这么大，血压这样可以叫她吃香蕉？ 你知道吃香蕉对心血管疾病很有帮助？我不知道可以降血压。那像我听过啊，就是有人啊很特别哦，就是番茄这种食物，就有人会说他喜欢吃番茄，他可以接受番茄炒蛋的番茄，但是不能接受汉堡里的番茄，那是有什么不一样啦？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生番茄吃起来有一种茄味比较重，个人是很喜欢吃番茄的人，小番茄或是那种大的番茄下去煮会很 OK。但是我不喜欢番茄酱啊，番茄跟番茄酱不是差不多吗？番茄感觉是健康的，可是番茄酱感觉加的很你不喜欢加工食品？对对，我觉得那个吃起来不太健康。那所以你喜欢食物除了番茄之外还有什么？我喜欢吃生的。你喜欢吃生的？对，像小黄瓜。对，然后还有那你会整条拿起来啃吗？我可以哦，我会拿一个小盘子里面装盐巴，然后我就拿那个，就是它的头要先弄掉，因为那个不能不好吃。然后你可能要小黄瓜，你就要拿一个专门刷蔬菜的，你要把它的外皮给刷干净，会让它充分有点湿润这样子。不是，就是把外面那个皮弄掉，先外面稍微弄掉，可是看起来是差不多，但是其实听起来很毛怪怪的。有没有做这个动作有差，真的。前戏的部分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对。吃小黄瓜的前戏的部分，你吃到你就不开心，然后我就会拿那个盘子用小黄瓜去沾，然后就吃，然后看电视。原来吃小黄瓜的前面步骤有这么多，那你还有最喜欢吃什么食物？除了小黄瓜、番茄哦，生鱼片，生鱼片我都喜欢。我也喜欢吃生鱼片，然后加瓦萨米那种。好啦，这个口味算有雷同了。我也喜欢吃生食。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曾经你之前那些什么韩国啊、日本啊、美国的啊，有没有做过让你觉得很害羞，会让你做了什么感动的事情？你突然会觉得哇，扑通扑通的跳那种。你说我的对男朋友们，就是过去的男朋友们，有没有做过些什么让你觉得哇很怦然心动的事情？就是掏出那个的时候，掏出什么的时候？掏出那时候你会心动，那个的时候会心动。那你会胀奶吗？就是害羞的时候胀一下那样子。对。
不觉得吗？就是他们从钱包里掏出钱，掏出什么？掏出信用卡。就是因为我都是会，我刚刚整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想要掏出什么你爱吃的小黄瓜之类的。掏出钱包干嘛？很兴奋，掏出钱包就掏出来啊，开心啊。那有没有就是做过什么 NG 的事情？都会发生在约会对象。约会的对象，因为我之前那个可能已经在一起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就是他今天是我男朋友，我就是包容他一切，我已经选择跟他在一起，所以我的观察基本上都是很。所以他如果呕吐在你身上，你也可以接受？我会把他清。安娜奈克，如果今天全世界的男生就只剩两种，一种是超帅但是超渣，第二种是就是超丑，比较不是理想型。我不是自己的菜，但是对女孩非常好的那一种，你要选哪一种？超帅超渣。你要选超帅超渣，可是超帅超渣可能也不会掏的、欸、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，那种学校大家说很渣的那种帅哥、他们都会想来追我、但是我对他们都不会有兴趣。那他们有掏吗？他们会掏，但是你就知道他的掏就是为了要掏出其他东西的掏、就是、没有，就是所以你还是可以分辨的这样子。就是如果你们在一起或是你们相处，你的界限才稳，我就是没有跟你牵手，我们可以一起出去。通常渣男这种就会知难而退，他就觉得哇没有办法立刻到手，他们没有那个耐心。对，因为我就是可以很平稳，我不太会晕船，所以我觉得我会选超帅超渣，因为我觉得我有办法搞定他。看起来就是外表最无害，但其实内心非常的邪恶吗？我没有，我就做自己。好啦，我们今天替我们的观众球迷朋友谋了超多福利的，原来知道 Like 喜欢会掏的男人，所有该说不该说的都说了，还有教我们吃小黄瓜的前戏的技巧。等一下你就会看到，就是大家都在下面留言，失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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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讲小黄瓜嘛，说小黄瓜掏出钱包嘛，对，对啊，想歪的人都你们要去反省，对啊，我怎么想到那种，已经说太多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熊猫算，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